你看看，这就是菜硬不硬？先来点小白菜啊，这是自个家的小园子里的，刚采摘回来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！自己家小园种菜，新鲜还没有邪味儿。就是蒜苗它也有点小，让你拔可惜。注意注意，听下啊，生卤的啊。哦，这小味儿啊，看不清。好人家，看到底吧，看这骨头肌啊，大不大啊？看肥不肥呀、啊？都这肥，还行，老铁啊。蒜苗，哈拉少五六啊，老铁们啊，喜欢吃的晚上10点啊，不见不散。